我喜欢他，我就是喜欢他。我来瓦岗也是为了他而来的。我也愿意天天陪着他，陪在他身边，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您闹够了没有？从今以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 其实有些话，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。那当然，你有的事情随便说。你是不打算跟我好好说话是吗？说，你说。 当初二贤庄被满门抄斩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想，爱应该永远比仇恨更重要。可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很难受。现在，你放下了吗？从今以后。 纵观天下大势，瓦岗虽然示威，但仍有王世充、窦建德、刘武周三处势力最强，其中尤以王世充声势最盛。